金钟国出道以来，虽有过不少段荧幕绯闻，却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恋情。想不到最近却被爆出他在美国不但有女友，两人甚至还有了孩子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金钟国除了热衷健身，对 LA 的热爱更常挂在嘴边。一年前节目里哈哈开玩笑说，金钟国这么常去 LA 是因为在那里有个女儿，没想到当时的玩笑话却如雪球般越滚越大。最新一期节目中，全昭敏突然爆料，在美国的哥哥打电话问他，中国哥经常来 LA 是在这有女朋友吗？哈哈又接着一年前的玩笑话，说是因为女儿放暑假啦。金钟国无奈回应，都是你，很多人以为是真的。连来宾 APINK 出容也坦言曾听过类似谣言，感情世界如此备受关注，想必金钟国也是苦笑不得吧。采访娱乐整理报道。